有谁有？打跑劫，然后他勾我们，我们闪现，对吧 ？A 一棍子直接秒掉这个女警。这个时候呢，锤石有冰心，我有冰心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攻速，但是我有回血，他肯定打不过我的。这里的话，皇子也来了啊，在优势局的情况下，
队友居然全记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但是好在啊，猴子依靠这个数值和强度，我们撑住了。但是我没法杀啊，因为确实这个时间段啊，猴子伤害跟不上了。但好在咱们还是很肉的。但这边的话，这个锤石出了个板甲，跑得飞快，我也没办法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乌鸦跟黄子想强开我，这里直接大招，我靠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大招直接反打，假猴跳墙，哎，再回头第二个大招击飞，秒掉黄子，然后 A 一下。这边的话，锤石闪现跑了，我们很肉啊，不用慌，就在这里让狙警打过来，一套技能减他36的攻速，他当时就 A 不动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搅屎棍一样，对吧？我可能就是没法秒你，但是呢，对吧？你会被我恶心到，你不打我，我就转你，把你击飞。你打我呢，我队友就打你，哎，我又看你怎么打。当然这套装备是我被别人用这套爆杀了我才抄过来的，不是我自己瞎琢磨的。因为以前我是第二件出黑切的，伤害的话是高了点，但是容易被反杀。我正好就看到那个电影啊，《精武门》里李连杰说过，打拳的前提首先是强身健体，你的防御得高，不然的话，对吧？你打别人三下，别人给你一下，你就完了，这不一样的道理吗？对吧？你伤害再高，你被辅助控了，那么你很有可能就翻车，道理是一样的。